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《王者荣耀》百川的铭文搭配。首先，我们点击铭文，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做好了百川的铭文。所谓百川，就是说物理穿透是增加100，所以我们一般简称它是百川的铭文。这一套的话是用鹰眼。还有异变，绿色的是鹰眼，红色的是异变。然后我这里看，我这里做了三套，分别是调和百川、隐匿百川，还有狩猎百川。这个不同的话，就是狩猎百川还增加了10%的攻击速度，然后隐匿百川的话，就是物理攻击会比较多一些。然后调和百川的话，调和就是给肉盾做的，像比如说庄周的话，用调和百川就比较不错。它每5秒还回血，一般情况下我是辅助的时候用调和百川，然后狩猎的话是射手，隐匿的话就是比如说战士的话都是可以用隐匿百川的，所以一般都是鹰眼和异变，再搭配上蓝色的铭文就可以了。